一天要救偌济人吼？迄阵阵嘛，因为迄阵阵哦，我病院哦，一天开刀的人数哦是一百间大病院哦，我一个月是当6个月的人数嘛，所以百间病院哦，6个月所治疗的哦，我一个月就发到有啊。我吼，迄阵阵偌成就感的，我话你讲咧，我这是吼，做大本营啊，以北人的大本营，啊，所以迄阵阵吼，对这個，讲以这设身哦，救人哦，都拢做，你说迄嘛是算特质啊，医生的特质啊，医生甚至有，还有刚刚有一个权威性啊。啊，所以用特质吼，我来慢慢来讨。就是感觉哦，迄阵阵感觉做成就感。到尾啊，我想着讲啊，原来吼，这款成就感佫较有吼，都无跳脱世间的感觉。为虾米也佫伫这在世间的监狱内底咧教？无跳出来感觉，学好了才知影哦，原来唔是安尼。啊，原来呢，你若真正要救人哦，是救人哦，脱离这监狱的感觉。哦，啊恁，你敢无都体会我的心情？原来唔是要伊的色心，叫做救人。因为吼，感觉伊的色心就是我伫这感觉内底无跳出来感觉，就修行吼，靠救人脱离这监狱的感觉。我想在问恁吼，恁即摆有感觉伫要跳出来感觉无？啊，是讲哦，迄无法度啦，迄实在是吼，烦小重啊！哈！你即摆有体会着？你念慢慢啊，要脱离这感觉的感觉无啦？谁啊？迄个阿弥陀经哪会爱写到遐？遐庄严，你也知？就是可以让恁跳脱迄款感觉啊，所以伊无用迄款表法袂使。哦，现在要阿弥陀经卖，那袂安尼，安尼诠释的，迄极乐世界的迄款重要。就是希望你跳出即款感觉的感觉，你无伊当作只是一个做好过日的所在，其实无好。无好定啊！所以我迄个感觉也愈来愈深吼。看外口的迄个人吼，我迄个自卑心就会愈出来，想要讲啊，因为迄我迄款哦习气佫走出来，什么习气呢？当医生想要救人的那种习气佫出来。这个习气唔是歹人，因为菩萨道就是拢安尼嘛。所以吼，一旦做医生嘛，是拢本性拢有一款，要救人跳脱的一款即性伫个。只是吼，我已经换感觉啦吼。本来是救色身，你嘛毋是，你嘛想要吼，快点吼帮你们跳脱一款监狱的感觉。真正，我真正吼，对恁吼是有迄款感觉，我哎呀苦海啦！啊，希望吼，那我跳出来，啊恁啊吼，啊做伙跳出来咧。哦，因为过去都唔知影吼，还袂学好进前都唔知影，迄个感觉都拢袂出来。
有啥物因为都叫关关久啊，关久啦，关到麻痹去啊，因为真。我阁用一个比例互恁听吼，一个人吼，规世人拢食苦食香吼，伊毋捌食过甜的啦。毋捌食过甜的吼，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就甲即个无经验人讲，哦，迄甜的是偌滋味是偌好个，恁着吼，诶，我分你吼，分你品尝一下。虽然你即摆暂时食袂着，啊，我甲我迄个食着甜的感觉讲恁听。啊，所以吼，阿弥陀经内底意思是安尼啊。我先甲恁讲吼，你食着甜的感觉安那，啊，互恁听着，因为吼，叫我世界你都还阁毋捌真正碰着，所以我先讲吼，这个感觉给你们听。啊，你听到哇，也好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无想阁点这个。恁拢一直拢食苦食香吼，也毋捌食过甜的。安尼了解啦吼，所有经典主要就是要让你去条感觉出来，吼、哦，未颠倒的感觉出来，都即款感觉出来吼、哦，你讲吼、哦，禅定的功夫会不会出来？都自然会啊嘛，啊所以有足侪信众吼、哦，其实拢会敲电话来啦。伊讲吼，啊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伊都决心要修啊，啊是安那吼，伊看境界拢常常会阁出来，什么境界我讲恁听，就是讲吼。他在他们的环境里面，已经对夫妻没有那种感觉，已经没有了。但是他想修的时候，他也确定说：“哎，我可以没有这种感觉。”不过呢，现在一面对外靠的时候，哇嗨呀、啊！那一靠的感觉都造出来啊！那这是什么经验？我讲给你们听，啊，其实就是什么代志无彻底处理掉，劣业心，无彻底处理掉，以后拜场也咧拜啊，啊打坐也咧打，结果呢，神啊吼，迄款。你可能在家里那种感觉没有，但是一出去外面，那种夜袭各种出来。所以就拢会问讲，啊，这到底是要怎彻底解决较好啊？伊想要补啦吼，一定啊，各行啊拢，不管拜佛啊好，打坐啊好，啊什么办法都拢想，啊神啊，伊伫这个。状况都有在发生，我迄就是你巫师劫以来啦，夜袭还袂解决，所以你看要想要这夜袭解决，你看难不难啊？啊，现在这夜袭我都解决，就是因为呢，你对这世间是僭越感觉，你都无出来啊。你若彻底感觉讲，这就是感觉一个监狱的，你有想要出来无啊？安尼，你卡个叫改动起。所以我一直甲讲，你还是要听，还是要静下来看思维，因为你看感觉都无出来，无出来我都翻颠倒啦，对不对啦？你就是讲过那饲，我讲好，我那注意改。哦，啊，我搁较难打坐，结果呢，这代志拢做了，哇，迄款要厌离迄个感觉完全拢无出来。你讲安尼讲，安尼是不是？甲解脱无缘，
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有当时啊，奈讲，讲，毋是讲吼，你伫这人世间，安那去闯一番事业，视为真的懂佛法，你还是不懂的啦。因为你看那跳脱监狱的感觉都摸出来哈、哦。你就是讲，搁用什么法门吼，都好像吼，于是刚刚没有真正帮助到。